国粹精髓，为您细心传授修身养性，指引健康人生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功夫诊，我是黄思亮教练。今天我们要讨论的呢，是如果在提款机被人家持枪抢劫的话，应该怎么应付。在看我们的视频之后，如果想要看更多视频的话，可以到我们的功夫诊官方网站去。那如果什么问题的话，可以直接发私信给我们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好，同样的是总教练来陪我讲这堂课哈。那我们刚才所看到的呢，就是那个女生在这边提款，然后那个男生提了之后呢，转过来那男生已经过来用枪指着他。那其实我们在提款，你要去提款的时候呢，通常应该在房租就要养成一个习惯，你要去提款机提款，先看看四周是否安全。那如果觉得四周有可疑的人物，戴着帽子，拿着包包，拎着包包，然后在左看右看呢，在看着人家，看着你进入那个提款的地方呢，那你就不去那个地方提款，我觉得那个是比较要注意啊。房租讲究的呢，就是察觉很低，跟你如何应该预防。那好，就讲到说，如果他现在就是那个时间，他一转身，嘣，抢匪已经用枪指着他，跟他讲他要钱。通常在这种事情呢，有几个解决的方式。人家用枪指着你，跟你要钱，是通常不想杀你，因为我们有看过几个事件哦，就是你转过来，嘣，还拿枪的，有没有？还甚至那些在提款机从你后面直接用砖头砸你的头的，那种是连讲都不讲，就直接砸你那种。所以那种是根本就没办法。那这个他走过来，他用枪指着我本身的，这是我本身的立场。如果他本身只是要钱，你觉得给他钱就 OK 了，那你可以选择给他钱，因为他真的不想伤你。那真的要伤你的话，就直接从你背后捅你，很开心就走了，直接开始吃嘛啊。那如果没办法，你选择不要给他钱，你看到这个视频的话，他曾经把他的枪推开，然后再过来右脚把枪这样推开，然后再跟他。针对他跟他这样子对峙，讲他说我老公是警察，然后那个枪，其实那个赌本还问他，还给他机会哦，现在是要钱要命，他说我要钱了，你打我，他砰砰的一下才打过去，所以对方已经急了，你就不要再急他，你要给他钱就给他钱，如果你不打算给他钱的话，你就跟他抢枪了，那好不好？可以给钱就给钱，不要给钱的话就要抢枪。那你看到这边枪匪真的不打算开枪，因为他左推枪右推枪，后来枪匪还给他机会。那我本身的想法就是说，如果你可以碰枪，就是可以抢枪的时候。通常如果你要抢，你不要太明显就好。你现在如果心中决定了，我不打算给这个钱，我的把枪，而且我要开始抢一个枪，你就要起来，然后不能够告诉对方说好，大哥你要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，把我的命留着，就是投进去来。所以抢枪的时候呢，最重要是有一个动作，身体要挪开，然后要把枪拍开，要同时做哦。如果现在做慢动作就是这样。好，我这边就是枪子弹是走直的嘛，噗是走直的。那第一个，你身体移开，人家还会有枪，总教还用枪指着我，这也不好。我用手挪开，我的身体不移。总教练还是可能把枪指挥给我，只要我速度快，我马上就给他枪。对，所以我要移开，而且我在我移开的时候，你看我做出一个动作，我移开了，我会贴近总教练。为什么呢？如果我移开，我离开，对了，我离开没关系哦。总教练把枪往身上，往他身上拉，总教练把枪拉回去，你看到枪对在哪里吗？所以这是我们，如果你要夺枪的话，是一个 no no no， 所以。拍身体移贴近，总教练把枪拉回身体，你看枪是对着你贴的，好，所以拍挪移近，然后另外一个双手贴枪，贴在你的身上。为什么贴在身上呢？那如果你不贴身上，总教练再拉枪回，又会对着我。如果现在按着我贴在身上，总教练拉枪回去身体，枪在我的身上，贴着我走。他在那边开多少枪，枪就直接叭叭叭叭往那边跑，哦，那好哈，那这个是小片段，所以他贴近，双手贴着你的胸，这个不是一二三的步骤，我们现在讲因为是基本功一二三嘛，其实就是一个动作哈、哦，
那贴，然后身体哦，直接转，把枪口现在指向他，指向他了之后呢，通常因为手不可以放啊，手不可以放，你可以用膝盖直接推下去，然后把这个枪头推送拉回来。这个是驼枪的几个重要的重点哈。好，好，重点再重复一次啊。好，举、侧、贴，双手，然后贴着胸，马上绕回去，攻下来，撞，把枪拉回来，然后接枪喽。接枪的时候呢，你要其实。通常人家说这个后半部呢，是你接了枪之后呢，有几个动作哈、哦。通常是我们可以看看这个枪到底是不是这流子弹卡住了，或者是在射击的那方面，我们会检查那个枪卡一下，看看有没有子弹。还有你要去看附近到底有没有人哦，因为他可能有空档，你就不要哇抢完枪你哇、后面砰从你后面开枪你就知道，对，砰，枪啪卡了枪，看看有没有子弹，然后转身这个动作很重要，你要看左看右到底有没有人哦，然后叫一个哇跪下，然后。快点撤离现场，边撤的时候你要记得拆枪哈、哦。所以可能这个赛事我们看有玩具枪，我们才示范给你看要如何拆枪。把枪拆了扔了跑，离开子弹卡那个上面的扳机，把那个子弹射出来，所以就要逃离现场。别人拿着枪满街跑哈、哦，因为你看到公安都不懂你是谁，他们可能就朝你身上开枪。好，在看我们的视频之后呢，如果想看更多视频的话，可以到我们的功夫者官方网站去，还可以在那里私信许志良教练。好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